这节课里，我们来给僵尸加上一点颜色。僵尸的皮肤应该是绿色的。头发涂成深灰色。夹克则用紫红色。衬衫用蓝色，短裤用另一种绿色，用和夹克一样的紫红色来涂鞋子，最后地板涂成橙色。要完成这只僵尸，我们要加入一点对比色，给鼻子周围涂上深绿色的阴影。衣服的阴影用棕色， T 恤的阴影用深蓝色，头发涂成黑色，最后用黑色的描边笔描出僵尸的轮廓。上色就完成了。